利尔的行为，他会改变的是这个和这个他们两个 match 的位置。本来这个是在这里，对不对？现在这个可以变成它是 match 到行尾、行头。同样的，这个本来是在这里，它没 match 到行尾，每行行尾都可以 match。那实际上使用的时候 ，n 要摆到哪一位？ m， 你说 m？ 对。哦，哦，抱歉，我刚忘了写。不好意思，对，这是我自己没有写，可以吗？然后这两个东西是可以，我们现在这边的四个 flag 是可以混用的啊。其实还有一个 flag， 不好意思，我刚刚我把它讲完了。还有个 flag， 这是，哎，先把最后一个 flag 讲完哈。这样没问题，这四个 flag。最后一个 flag 是取代的 flag， 来，我们刚才有一个东西是，如果我们这样子 ，Hello， 请登录。但是如果 User 已经登录的话，我们要显出 Welcome 谁，对不对？我们一个网页上面那个 From 那个什么 Dreamweaver， 第三用 Dreamweaver 给我们这句话，我们希望它显示 If， 我们如果希望它如果是已经登录的话，它要replace 别的东西 ，OK， 好。If， 所以这边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它要 replace 成什么嘛，对不对？我们可能本来是这个东西，如果原来东西不动的话，还是一没有问题。如果已经登录还是一，如果已经如果没有登录，如果没有登录还是一没有问题。如果已经登录，我们希望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固定的字串？不是。我有时候我们会这里面会是不去不是固定的，甚至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状况的判断。来，斜线一，可执行的程式 ，if。Login， else， if login， welcome， user， 一表示你写在取代这边的东西。不是字串，而是程式码。开始觉得神奇了没有？如果你取代的时候，这边用的是一，取代这一部分不是程式，不是字串，而是程式码。既然是程式码。空格换行，我可以好几行。这边我可以写非常长的 code， 表示取代这边不是 string 是 code。这时候 per 才用。我记得 PHP 可以做得到，也是一样的方式。对，换行需要。也是同样的，你后面加的是一，就后面就只有 enter， 不用其他的符号。换行，我说它断掉的时候 ，PHP 因为它取代的 pattern， 它是一个长，它是一个字串，而 PHP 的本身字串可以换行，就直接换，不用。对对对对，但是在其他语言的话，有些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我记得 Java 好像你要做到这样就有点辛苦。其实 Java 你要做 regular 本来就有 support regular， 但是它要做本来就很辛苦。嘿，
那如果那 if else 里面它有多好，那 statement 是不是要加分号？对，那个也当作没看到，就是它不会把它，也不会出现问题。对，来，插点题外话。刚才那个同学问到一个，其实已经有牵涉到一个小问题哈、哦，他怎么知道到底要回传什么东西？对 Perl 而言，我们所谓的一段的 code segment， 一段的程式，一个 code 的区段，它的传回值，我们没有看到这里有任何 return 嘛哈、哦，它的传回值不需要 return， 事实上包括你的那个写 submit 都一样，不需要 return， 它传回值是最后一个 statement， 它所执行的最后一个 statement 的值。以这里来讲，他所执行的最后一个 statement 不是这个，就是这个，所以他传回值不是这个，就是这个，所以中间你可以有好几行没关系，最后一个让他跳出来这一段 call statement 的，就会传给他来 replace。有没有问题？另外一个来，另外一个 S the TTL of is 来，the TTL of 这个。TTL 知道吗？哈，这边一堆 MIS 应该都知道什么是 TTL， Time to Live， 对，那个网络时间延迟 Delay， 对，你可能一个原来事先设定好报表的 TTL of 这个 S 加可能是某一台主机名称，前号一，字串字跟字串之间是用句点来串接哈 ，Get TTL。啊，这里，好、哦、，host 的主机名称在这里，对不对？前面有主机名称，我们取得主机名称的。然后在我们这里有另外一个函数，我们可能另外写一个 get ttl， 然后传回 time to leave， 这样可以去做简单的报表。哎、欸，忘了，这里是要 D， 因为这里面是 code。知道这个 user， 你写个会员系统，这个 user 他的会员编号是多少？你另外再写一个 member ID 的 subroutine， 然后这样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报表出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消化一下没关系哦，消化一下没关系。点在这里，点它是字串的抓串接，字串的串接，相当于你在 Java 下的 A B C 加 D E F， 你在 Perl 里面是 A B C 点 D E F， 对，如果你在 C 下面，我相信是 S T R C A T A B C。
对。那跟报表它 output 在哪边？哦，没有了，可能我抓一个已经抓一个现成的一个 template， 然后我把里面的字串代换成即时抓的结果，听得懂我意思吗？我可能 user 之前我做好一个 template 档，嘿，做好一个范本档，然后我把范本里面的东西把它代换成我即时要的即时取得的结果，这里面我可能去 SQL 里面去查，去追。去查询他的会员代码，以这里状况下，我可能即时马上做聘，即时做聘，所以这个东西不一定是马上 return 的。像我这举例 get TTO 的状况下，我们做十个聘嘛，对啊，可能十秒才会 return。那这个的话，你如果是网路在抓那个我们 database server 的话，你可能就。看要看你的网络状况，搞不好会开包。对，有问题？三秒很困惑的样子。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没有的话，哈，来，这些东西上面这些旗标可以混用。如果你这里是。又可能考虑到它可能是 case insensitive 的话，或者是你全部都有取代的话，反正你可能这个报表里面你列出二十项，每一项都要取代的话 ，template 里面二十项每一项 ，eg， 或者是你要 slash g 一也可以，顺序无关，你可以混用，可以吗 ？eg 或 g 一。不管你什么顺序都可以 ，I E G 或是 G I E 都可以，看你要什么习惯，用什么顺序都无所谓。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休息一下，我们三点十分回来。开始，你实在是太占空间。来，假设我们有一句话 ，This。A pen that is a pencil。这句话，我们现在match一个东西叫 is 加 pen， 看得懂吗？这个是万用字源 ，is 中间不管有什么东西。对上什么东西 ？pen， 好，它会 match 到哪里？你问谁可以？以这个状况，我们没有加任何挂号嘛，就是这个对。它会 match 到哪里？有没有哪一位同学可以说一下？它会 match 到哪里？哪里到哪里？他 match 的时候他会有那个比较贪婪那规定的那个他会往拉拉他会找到最后面那个，所以他会从 is 到 pencil 的 pen， is 到 pencil， 这是一个讲法。好，这位同学认为 is 到 pencil， 有没有第二个讲法？同学假设这是一，这是二，答案二。认为答案一的举手。好，答案二的举手。嗯，好。你们觉得应该是什么？大声讲一下好吗？后面那两位同学。It's a pen. It's a pen. OK， 好。嗯。配偶在 match 的时候，我们的数量修饰词，数量修饰词包括了这个这五种，任何一种东西，它会有个法则，叫做 greedy，
贪心法则，来，我写在这边，贪心法则，意思呢？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这个家，它能够 match 到越多越好，它 match 到有多少就有多少。所以当他在这边 match 的时候呢，他不会看到一个 pen 就满足了，他会一直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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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直到他找不到 pen 为止的最后一个 pen。所以他应该会 match 到这边。这样没问题。我们叫规律的贪心法则。应该是。哎，有人注意到了，不过答案一也不对。对，实在太恐怖了。我们下面有个讲师，真是让我坐立不安。对，我刚刚想要耍一下大家的，不过答案也不对。为什么？意思是从这里开始的吗？来，正确答案，意思到 pen， 可以吗？真是破了我的局，太可恶了。有没有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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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问题？那你说要找最短的？对，要找最短的怎么办？对不对？来，刚才忘了讲，我们这个家，我们一定会找到最长，对不对？要找最短的时候，修饰语。问号 ，not greedy， 不贪心。这个问号是放在加后面修饰加的，它不是修饰这个万用资源，不是修饰前面资源，它是修饰你的数量符号，所以它是加问号。所以回到这边来，我们可以有加有加问号，对不对？有心，可有心问号；有问，有问问号。OK， 问本来问号是零次问一次，对不对？现在就是零次问一次，但是最好是找不到，可以吗？问问号，有这个 N M， 有 N M 问号。n 次到 m 次，但是最好是越少越好。有 n， 有 n，n 次以上，但是越少越好。它修饰的不是你前面要 match 的被 match 的那个 pattern， 被 match 那个比对的东西，它修饰的是数量符号，可以吗？嘿，不好意思，这是刚才在讲数量的时候应该要提的东西。不小心讲太快就漏，讲太顺就漏讲，所以噔噔噔噔噔，加问号，星号问号，问号问号，然后这边也是都可以问号，不贪心，有没有问题？没有哈，没有的，真的没有问题哈。好，没有的话，来，我们来看一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些比较实作的案例。我们有一个 log 档，哎，请大家就干脆来看看 log 档哦。大家看看那个解开来，刚才我说大家这个都下载下来了吗？下载下来解压缩了以后，有个 CH04， 哎 ，CH4 下面有个 mirror log，
觉得还蛮好。有打开了吗？好，这次我可能没有用到。这是一个虚拟的邮件记录啦，哈，应该不容易，应该蛮容易了解的嘛，哈，就是每个时间，然后 server， 然后没有程式，然后寄件者 to 谁，然后结果成功还是失败，对，这是蛮简单的。不过这个程式哈，有个这个记录档有点问题。有没有注意到有什么问题？日期长得怪怪的。它日期长怪怪的，怎么样怪怪的？有没有数字？有的是英文。对。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哦，可能记录程式坏掉了还怎么样？它日期有两种格式，出现两种格式，有用。我们标准的 ISO 格式2016，可是也有这个是那个，叫什么？叫做 RFC 82821的日期格式。嘿，那我们要去 match 抓出它的日期，就有点麻烦了。我们现在看日期格式哈，现在看日期格式，我们可以有几种格式嘛？来，这个我把它描下来，然后我们再来。大家都有看打开这个档案哦，因为我等一下把这个画面切回。我们先来看这个比较复杂的，费6084943201。我们怎么match一个日期格式？有没有谁能够？其实刚才我们都教差不多了，所以有没有谁自告奋勇上来说明一下？这不是太难的东西，或是不要就上来 try 看，或者大家现在可以在下面练习，没关系，打一打 ，key key， 这个日期格式怎么 key？ 来，现在是练习时间了，现在应用练习时间哈。对，现在不是讲课时间，现在是应用练习时间。大家先来解决这个问题。问题一，日期格式，请给一个日期格式的 regular expression。而且我们刚才看到它有混两种格式，对不对？我们现在先不管另外一种，我们先做这个，因为这个会做的话，另外一种就很简单。你怎么 match？ 因为这里我们知道这里不可能不一定是 FVD 嘛，也有可能 March 或是 June 都有可能，对不对？星期的地方 Sun、Month 都有可能，日期6、18、31都有可能，时间的话是6:70，不是70，27分54秒，2012都有可能，对。你要怎么去 match 这个日期？来吧，大家练习吧。现在是3:18，就到3:23就到3:30。match 出来的请举，写出来请举手，这样子。写下来请举手，举一下手。所有的东西都在这边哈，这边都可以看得到，所有的东西都在这边，没有多的。不要有，当然 regular expression 不止那里啦，但是所有东西目前所有东西都在那边，我没有尝试哦。所以往这边想，往这边想。然后还有就是，
还记得 Pearl 的法则叫做精神叫做 There's always more than one way to do it， 永远有多于一种方式来解决。所以你不用，解法有很多种，没有标准答案。解法有很多种，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你只要写得出来，可以 match 就可以了。慢学的结果你可以放在这里，你要练习的时候你可以放在这里，然后这里的时候你如果 pair re and regex nail， 它应该如果你这个写的正确的话，它应该只会列出这种格式的 log 档记录，听懂我意思吗？如果你 match 的正确的话，那他应该会把不是这种格式的 log 档记录通过滤掉，只留下这种格式 log 档记录留印出来。你如果用这个东西来做的话，快点试做。不过有人弄过我，就是不过既然他先做出来，在我发现之前，那所以还是算他过关哦。有个耐用这个方法，真是让我笑死，笑到不行，这样笑到无力。他只有这样写，看懂的举手吗？看懂的举手，看懂了。本人不敢举手了。哎，这个没有错哦，这個、没有错哦。对，他完全不管这个这个人怎么管，只管第一个对。但是，小人不会得志的。为什么？因为其实那个 log file 里面有陷阱，有陷阱啊。我说过那 log file 它的那个记录器有点坏掉了嘛，所以它不只是行数有点乱掉，但其实里面还掺杂了杂行进去，所以这其实有可能抓到杂行。对，散慢 till 喂 there fry set OK。如果你要确认到这种程度，如果你不需要确认到这种程度，可以这样可以写。另外一个处于这两种状况的中间是这样子 ，A 到 Z，A 到 Z，A 到 Z， 一大写配两小写，这是另外一个做法。或者是你嫌这个这样写太麻太讨厌，哎 ，A 到 Z。你嫌这样写太讨厌 ，A 到 Z，A 到 Z， 二出现两次，和我没有说一定要哪种做法 ，OK 可以 match 就好，而且事实上还是要看你会碰到的状况啊。你如果说甚至你会碰到说。你可能碰到一开始是出现这个的，真的就是一个一大两小写，可是就是不对的字。你真的有可能会碰到这种状况的话，那你可能要做到这个。不过一般来讲 ，log 档其实不需要做到这种地步的，做到这样子或是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了。OK， 不会出现太夸张的情况。第二个日期、月份。当然呢、啊，同理可证，估摸的我会做这样子。一直做到 December，
估摸着我会做到这样子，不一定要做这样子。同样的，这两个也都通，或者是这个也都通，可以吗？做错的事情都不止一种方法。当然做到这样，你也是要考虑到说，哎，万一你真的就是注细度点一了，什么 T C 这种东西，对你得注细度点一了，可以哈。再来，其实都没什么问题啦，应该都蛮好懂的。空白，空白，这里嘛，因为一定是空白嘛，所以你可以这样子，或者是空白问号，这样也是可以。你不一定要写线 S， 因为反正这个一定是空白。另外一个做法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这个字中之所以有个空白，是因为它有可能是两位整数，对不对？空白，然后空白或是整数，整数，看得懂吗？这地方有可能是空白，有可能是整数。它之所以是整数是空白，原因是因为它只有一位，一到九而已。超过十了以后，这里就变成整数了。所以这个是整数或是空白这样子的，嘿，这是另外一个写法。后面这边更简单，这里 D two 嘛，你也可以写成 D D， 蛮好 D D， 蛮好 D D。那当然，这里你也可以写成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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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你啦，没有哪种写法比较好，我没有完全推荐哪，我没有推荐哪种写法。你自己写习惯，而且最主要是容易懂。像你这里写成四个 D 的话，你自己要数起来就很辛苦了，所以你写这样子会比较清楚。可是有时候你写太多，你写这个的话可能不容易懂，那你可能写这样子会比较容易看得懂。所以实在是看，其实是看大家这样子。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甚至你觉得反正一定是20开头年嘛，你不可能到2100年，你可以20DD 这样子，你不可能到2100年，你可以20DD 这样都没有问题，把它写死。另外一个是这个，我们说过它是 DD 对不对？哎，不用，其实这个不可能是7到9嘛，所以是0到 6D，零到六 D， 零到二 D 也可以，也是可以。我现在示范的是很多种不同的写法哦，并不是说哪种一定对哦。你要写简洁一点，觉得这些方法都太复杂，你希望简洁一点 ，D 加冒号 D 加冒号 D 加。所以反正我不会碰到太乱来的资料，没关系。D 加 D 加 D 加，可。你用哪种写法，你就有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资料，这是看你自己。对。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嘿。就是，如果我那个 MirrorLook 它是Unicode 的格式，嘿，那如果有包含中文字型之类的东西。就 review 所以说上课不要看小说的，没有，这本来是我今天要躲掉的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讲完全讲的话，大概到六点七点讲不完这样子。不过稍微提一下好了，我今天说了一个大谎。来，斜线 W， 谁还记得这是什么？汪还记得吗？什么？小写英文。哎，小写的 W， 对，小写英文字母 A 到 Z， 然后呢？0到9，还有呢？底线，还有呢？大写的 A 到 Z， 有没有问题？小写 W， 我把它照顺序排一下哈。底线 OK， 好，还记得哈？我在说谎啊，大人。
斜线 W 其实 不包括不止这些。Perl 5.8 以后有 support 一个全新的方式叫 Unicode Mode UTF-8 Mode。它可以做到这支笔记被我弄到烂掉。所谓的 wording character， 我们知道这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话 ，W 加基本上就是英文字嘛，对不对？就是字一串字的集合嘛。这个 wording character 不只包含英文，它包含整个 Unicode 范围的所有的字，所以你。好，这是中文，这里都是全新哦。假设我们这里都是全新哦，在 UTF-8 模式下，如果是传统模式、传统的字串模式的话，无所这个是没办法match的。在 UTF-8 模式下呢？做法呢？怎么做呢？你在这里中间插入一行 ，use UTF-8 分号。这时候 ，W 加你跟好，它是 wording character， 它是字的字源。你跟好，它把这个东西，它不是拆成两个那个 Big Five 两个扣，或是 UTF-8 三个扣哦，没有，它是当成一个字，一个字。这两个连续的碰到逗点，全形的逗点，它知道要分开。这是中文四个字，来啦，我这样写好了，四二，然后这里呢，它知道这个全形的逗点是标点符号。对，这是 UTF-8 模式下很神奇哦。来 ，UTF-8 模式下这个东西被改变了，它不只包括这个东西，它还包括了另外我们所谓的 boundary 边界，还记得吗？边界会发生在 W 大写 W 跟小写 W 交叉的地方，所以边界就在哪里？一二三四，对。不过这个详细讲的话，大概不知道讲多久。对，不过我大概提到可以，你刚刚提那个问题可以解决。你要查的，你可以看那个什么 Perl 有一个文件哦，应该是 Perl Unicode U N I C O D E 点 H T M L， 里面有关于这个的完整解说，如何使用的完整解说。它可以做到很神奇，这是 Perl 的另外一个魔术，所以我一直说 Perl 会写 Perl 的人是魔法师，这样真的是魔法师。其他语言真的搞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做到。对，稍非常瞧不起 PHP， 这样 PHP 也不过就是 Perl 的笨生出来的东西，而且 PHP 还做不到这样这种事情。不要讲 PHP 啊，我不知道别的语言哪个语言可以做到这种，哪个？Java 可以做到类似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 Java Regular Expression 能不能做得到。但是我知道 Java 在 平常字串处理的时候，它可以做得到。对 ，Perl Unicode 那个章节，可以详细可以看那边，看你要怎么去做出这种东西出来。OK， 可以吗？还有没有别的问题？那像是你讲 Perl， 它原本就有硬件导向，还是它从几点开始有？Perl 从 Perl 5开始有固件导向。Perl 5现在都 5.12 了吗？是要宣告什么类别？你有所谓的类别吗？哦 ，Perl 固件导向是很大的课，今天真的没办法讲这个。对对，很不好意思。我们等一下可以稍微做个调查，看大家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兴趣听 B
更有趣的东西。对，不有物件导向，这是很大的特项。同样可以讲一个下午或者早上。讲 Pearl Unicode 也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深研 Pearl Unicode， 我们可以再来分享。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有没有问题？哎，除了这个以外，真是的，本来死都不想讲这个的。哎，所以大家，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学过 Pearl Unicode 嘛，所以大家就当成我这个是没有讲错好了。哎，大家就先当成我这个是没有讲错。好，刚才这个 regular repression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没有吗？王可以吗？那边同学可以吗？可以吗？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 regular repression。回过头来看我们那个 load， 好，这个 load， 刚才这个，刚才我们啊，等一下，等一下再回过头来看我们 load， 先讲一件事情，不好意思。来，我们写了这个 regular equation 好了。我稍微整理一下这位同学的 regular equation， 稍微整理一下，我们用比较不要太复杂的方式。三，三，来，这是刚才那位同学写的，我稍微简化一下，写成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可以看得懂哈、哦？跟这个字我直接把它抄过来而已。其实这个很长嘛哈、哦，对不对？还记得我们那个 log file 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两种格式，一个是这个，一个是20100227064857。这种格式，嘿，这种格式是什么？这个应该蛮简单的嘛，比较简，比前一种简单多了。有没有问题？这个我就不让大家做练习了，我们比前一种简单多了。D 四 ，D 二 ，D 二 ，D。D 二，冒号 D 二 ，OK， 比前面简单多了，它没有出现文字嘛？好，把这个接在后面 ，or 嘛，对不对？把这件，哇，好长啊！写起来那个扣，我们习惯我们在 BI 上面写，我们习惯一行80个字，对，啊，太长了不好用，有没有办法轻松一点？假设我们把这个东西存成一个字串，第一万等于这个，这是第一种字形的，第一种字形。第 two 等于这个 ，OK。注意哦，当我们在存字串的时候，因为 slash 是 escape 字源，对不对？在这里会 slash 跟 o， 它在字串最解释的时候它的结合，所以这里要变成 s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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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ash， 变成两个 slash。OK， 不然的话它会出现 error。OK， 好。那如果用单引号，是不是就可以避开？对，单引号可以避开。对，但是我现在是暂时用双引号，没错，单引号可以避开。好。D1 D2，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 day D1 or D2，
这样有没有问题？ D1 or D2？ 这样之后，我们这个以后这个 D 这个变数要用就很方便。D1 or D2， 我们在 match 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作为我们 match 的起点，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首先先是 host 主机名称，然后 mail 程式名称，然后之类的，有没有问题？这样子作为这个起点，等于叭叭叭叭叭，作为整个 match 的起点。我们在 regular recursion 我们可以把变数带进去，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应该有问题吧？这有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大家可以跑跑看，我可以保证绝对不能跑。比对前置号跟后置号。哎，我说这个那个表示是里面前置号。那你要 escape？ 哦，你要 escape。单独是有前置号。对，如果你真的是要表比对前置号，你要 escape。那是因为 Perl 这边的，因为 Perl 它可以插入那个变数 ，PHP 用同样的方式插入变数，所以你也要是要 escape。不是这个表示是原本的 escape， 是太远。对，是因为 Perl 可以内插变数，所以 escape。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这一定有很大问题耶！这有很大问题。变数不能这样。什么？他这样子怎么可以得到变数啊？什么？就是那个 Dollar Sign 的 D 啊。嘿。他这样子的话，我们是要想让他代表一个变数，可是他这样子比对的时候会，他会在，哦，他直接就是开头和结尾啊。Dollar Sign 不代表结尾。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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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是这个结尾是接在后面这个的前面，哦，否则的话 Dollar Sign 这里它是当成变数。你下面这个是变数，嘿，可是这不能跑哦，这不能跑，快，谁可以抓出问题？为什么不能跑？支串要接起来，用点，点接起来，就是把它，它可以内插支串啊，没有问题。Perl 可以内插 ，PHP 也可以内插支串，没有问题。好吧，来，为了各位麻瓜，来，我们再来。说明一下，这个会变成什么？第一会变成这个跟这个，对不对？第一是这个跟这个，对不对？所以它会变成 D1 or D2。有没有看到？那看到问题在哪里了吗？没有括号，对不对？没有括号，对不对？没有括号的结果变成这个 or 后面这个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我们想要的结果是这个 or 这个，对不对？所以注意哦，你在做 regular equation 的时候要记得哦，你要写长的 regular equation， 尤其你如果写一个 regular equation， 通常我们会出现很多状况，是我们写个 regular equation 写得很复杂，像这样已经很复杂了，看起来像是魔法师的符号，我们拿给完全不懂 Perl 的同事用，你拿去用就对了，你拿去给我用就对了，不用担心，这都我都 debug 好了。对，可是人家用的时候我会出问题，所以为了你要记得要这样子把它挂起来。OK， 好，这样挂起来的话，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后面。所以这样子 or 就没有正就正确了嘛，对不对？好，我们 from 等于，OK，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寄件者是谁了，对吗？同学，你说什么？大声一点好吗？应该是，因为前面有一个，已经有一个那个第一代进来，他自己就。你是说这里应该是二，不是一？是这样子吗？
有没有同学觉得对这样子对吗？那边的同学，后面的同学，这个是一还是二？二，同学，二，这边的同学，不确定对不对？还记得我们这边，我们把它带过来好了。D1 D2来，从左边数，一、二，这是二。问题来了，问题来了，问题来了。我们大家的麻瓜同事就很生气了。你不是叫我说我不用看这里面你写什么，我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吗？结果我根本我这样子可以直接拿来用吗？不行吗？对不对？我还是要进去里面数数看到它到底有几个挂号，我才知道才能用这边的东西。你在 share regular equation 的时候，你不希望你的挂号是被拿来数的，听懂我意思吗？当你一个 regular equation 你去需要 share， 你写出来你可能要分给同事用，或者你自己，甚至你自己是以后要重复用，写了很复杂 regular equation 以后要重复用的时候，你不希望里面会抓住挂，你可能因为这种状况这种需要你会需要挂，但你不需要，不希望它拿来数。有没有办法挂号起来又不拿来数的？来，这应该放到哪里？放到这里来。挂问，那里面你的 regular equation。所以呢，这里我们本来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把它改成这样子：问号冒号 D1 or D2。以这个开头的 regular equation， 这里已经开始进入神之领域了，魔法师之领域，进阶魔法师之领域。因为初阶魔法师不会写出需要 share 给别人的 regular equation。对，这是已经进入进阶魔法师之领域。问号冒号开头的 regular 的挂号，它不放在里面的数，所以这里你没错，你的麻瓜同事可以很高兴的拿来用。当你需要share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甚至你不只不要讲你的麻瓜同事啊，你是不是日后你三个月或五个月后，你当你要再拿这个 regular equation 再回来用的时候，你是要再回头去数。对啊，不用数，用这个方式。OK， 好，下一个问题。可是就是他那个用的那个人想要把它刮起来。这样子的话，如果他用的人想要刮起来，对不对？如果这时候他又要去抓日期了，简单嘛，他不会自己刮哦。对啊，他可以自己刮吧，对不对？对啊，这样就好了，可以吗？可以的话，哈，请大家把这三行放到你的。我们不要 use UTF-8， 放到你的最前面，放到你刚 REGEX 的最前面好吗？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就是中间插入 D1 等于 D2 等于 D 等于，插入这三行，记得行末要分号分起来。大家把这三行，记得这里 slash 的地方，如果你是用，你可以像我一样双 slash， 或者是你如果不喜欢双 slash， 你用单引号没问题。好，我们解决了。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lockdown。等到记录器坏掉，它有混合的日期格式。不过我们用 regular equation， 我们也可以解决掉两种日期格式都可以抓到。我们来看日期的又是什么？主机名称 host kitty mail from 等于什么？然后 to 什么？对不对？请大家
告诉我，帮我用 regular impression 告诉我，在这个 lockdown 里面 pointist@podia.com 这个 user 寄了几封信。这个是作业二。podia.com 这个 user 寄了几封信，请大家利用刚才的那个，利用刚才这个 regular impression 这样的做法，帮我跟我帮忙统计一下他寄了几封信。他的 email 在这里，所以我这边荧幕就暂时抽掉。然后这个档案大家也有，没有 log 大，请大家把自己那个档案。Regular impression 其实不好意思，我刚刚就正好已经写在这最后一行，稍微改一下就好了。From 等于 pointist@podia.com。其实这个可以可要可不要，这是为了回答刚才一个同学问题的家长，这可要可不要。这个把它放进这里，把这个东西放进这里，然后用 wc-mail.ogwc-l.就可以了。把这一行放进这里，然后聊日期再去聊就可以了。对，刚才其实我有偷偷小偷偷比较稍微有点大声一点讲到，其实就是你把这一行改一改。对，其实这也是我本来目的，我写在这里就希望大家来拿这样来改改，虽然我没有明讲这样。对，有没有问题？那我自己我想法就是他，你读一个串，把那个串存在变数里，然后那个再用变数去比对，但是我不知道那样的语法怎么写。把它存在变数里面，再用变数去比对。对，就是那个东西，因为你说把这个。你这里变成一个，然后再拿这个去比对，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对，也是可以啦。然后再 if， 你可能有个 count， 我有看到有同学是用这个做法 ，if eq pointist@podia.com。这样子嘛，对不对？那个在上，就是你两个左进卦、右进卦得出，就是那个东西存到一个变数嘛，然后对，存到一个变数，是坏有的那个左进卦、右进卦什么？在哦，不是这个的圈里面的，不是这个的嘛，对不对？你先想办法取得它的，把这个东西有塞到那个变数，然后。再用这个变数去做那个 regular expression， 我是这样想，可是这样子有办法吗？你意思是说，哦，你的意思是说，这边你把它变成 line 等于这个，然后你再来做这边，是不是？对，这样得出来的 line 是它会分割每一行还是整个档？就分割每一行，分割每一行。对。这里的话就是 R1 这样子。对，有，其他方面，其他方面问题，
道那个 regular expression 在各家程序员他们的写作可能都有一些文章。各家什么？就是各个语言。对。那左边这些东西有没有是 per only 的？ per only 的。对。你们拿几个？当然这个是 per only 的，这个不用讲，这个是 per only 的，这个是 per only 的也不用讲，对。这个应该都是大家都有的，这个也是大家都有的，这个也是大家都有的，这个也是大家都有的，应该是这样子。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很少，几乎很少碰到 per only 的啦。啊，有一个东西是 per only 的，刚才忘了讲。其实这个也没有，这个也是现在已经大家都有了。因为它很好用，所以现在这个已经大家都有了。对，今天我们到这里只有到，就是我讲 Perl RE 这个 Perl RE 这个里面的一半而已，不到一半。不过大致上，目前这些东西都已经 cover 到大多数 regular expression engine 的common 的东西了，包括 EGIP common 的东西都在这里面。这个我记得 EGIP 没有，但是其他的很多语言都有 support。这个我记得 EGIP 没有。Egrep。大家可以看看那个都是进阶点，在四简报式的实力演练那边，好久，对啊，真的，既然跟我随便抓的来，跟我随便抓的画面是一样，题目是一样的，好，不过我来。真的是 pointis@podia.com。 对，我们刚才是找出寄信记录，对不对？大家回去可以做一件事情，找出寄信或收信的记录，寄信或收信的记录，回去可以想想怎么做寄信或收信的记录。其实也很简单啦，就是 from or to 这样子而已， from or to。 第二个，找出这个人寄信的记录，这个我们刚才做了嘛？对，寄信的记录，找出一个人寄信的记录。第三个，找出这两个人往来的记录。听得懂什么是往来记录吗？他寄给他，或他寄给他。From 这个 to 这个，或是 from 这个 to 这个的记录。第四个题目，找出这个人 pointis 寄给别人的记录，不是寄给他的记录，他以外的别人的记录。可以吗？基本上它是一个 and 啦，就是我们一个简单逻辑 and。from 这个，可是 to 不是这个。对 ，from 这个可是 to 不是这个 ，OK。第五，找出格式错乱记录。还记得我刚刚说有这里面有地雷记录，对，地雷记录就是根本就不是日期，根本就不是，那根本不是日期，对，根本是乱记，对，把那记录找出来。好，如果你会用 day format 哈，你可以试着。这个是如果你是用那个 Ubuntu 或是 Debian 的话，你可以安装这个 Day Format。请用 String to Time 或 Time to String 把日期合而为一，把日期整合为一。对。这里就会用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得到的这个一。S T R to time，
可以得到日期，实际来说 ，daytime。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